大家好，欢迎来到了创意世界。今天在创意世界里要做的是这一个立体的大汉堡。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的可以在此为大家分享这一个经由我们自己彩迷叶怡婷小姐精心设计出来的立体大汉堡。如果你有参加我 Facebook 粉丝团的人呢，可能已经都有看过原版照片。如果还没有看到的人呢，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上面，你可以看到原版经由叶怡婷小姐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原版照片。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一颗。那这一颗汉堡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大，更大一点或更小一点。像这一颗是中型的，那它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在我的频道上面之前，我有分享过这一个迷你型的，这个迷你型的。是根据这一颗大型的把它缩小，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多彩虹圈的人呢、你可以做这一颗小的，那它就不需要那么多彩虹圈。那野心较大的朋友们呢，可以做这一颗大颗的，甚至于你可以把它放大，做得更大一点。那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个呢，我们会需要上面这个是焦糖的颜色，我们会需要352条彩虹圈。那这个肉的颜色，你可以用深咖啡的颜色。73条彩虹圈，那 cheese 的颜色呢？你可以用橘子色，或者是今天我们要用黄色的。那 cheese 的彩虹圈，我们会需要73条彩虹圈。那下面呢？如果你还要加番茄，我们可以用红色的。那红色的会需要49条彩虹圈。然后生菜的部分呢，可能会需要38到40条左右。看你自己斟酌，因为这个是不规则的编织方式，你可以加多或减少。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喽。首先，我们要做上面面包的这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要用彩虹棒做，你可以用彩虹棒，也可以用普通的编织棒编，因为我们这个汉堡的编织方式跟普通的织毛线的方式非常接近。那我们现在要从中心点这里开始做，所以我们拿一条。焦糖的颜色，转一次、两次，那它就会变成三个小圈圈。再拿2条彩虹圈，把它翻过来，所以现在看起来会长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这个尺寸呢？我们起针要用3针，那如果你想要做小一点，像这一个是中型的，那就直接用1针就好了，然后直接在这边做一个圆圈，那这样子出来它就会比较小，像这样子。那要跟我做一样尺寸的人呢，我们会需要起针用3针，所以再做2次，拿2条彩虹圈。那这边做了3针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原点这里，然后把你的彩虹棒从这个第一条三个小圈圈里面穿过去，所以看起来会长这个样子。再拿2条彩虹圈，把它拉过来，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第一针，再拿2条。所以，我们现在第二条这里呢有2针，一二。那这里虽然有3针，可是最上面这一针是边沿的，所以我们这个圈圈呢只要2针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再拿2条，那这一次要把上面这里全部都拉到这里，从这边拉过来。那这2条也是边沿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小圈圈的边缘，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之后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动作，一直做12次，包括这2次，所以我们还需要10次，所以再回来原点这里，再拿2条。
这是一次。两次，那现在接下来这两条也是又是周围的部分。那周围的部分呢，我们要把上面这里全部都拉过，搬进来。好，那现在我们有三次的，然后继续做，再回到原点，再拿两条。这是第一针，再拿两条，第二针。如果会织毛线的人呢，这个地方跟你要做帽子的起步或者是做圆圈的起步是一样的。那不会编毛线的人也没关系，跟我一步一步做也可以。然后这个是边缘的部分，所以把全部都拉过来。然后又回来，回到原点，做两针，这是第一针，再拿两条，第二针，做两针之后呢，你现在的编织棒上面你会看到四加四，会有八条。然后边沿的把这八条全部都搬进去，再回到原点，这三个小圈圈。好，那接下来的动作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加快脚步哦。现在有12次了，那如果编到最后你忘记你编了几次呢？没关系，我们再回来这边数，数这个边沿的，这个边沿这里呢，这个是第一条，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所以我们现在有12条，那表示我们已经做了12次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圆圈连起来。那我们找第一条边缘的，就是第一次我们编的时候编三针的最后一针，第三针。这个颜色一样，所以要小心一点，不要拿错了。然后第三针周围的，你这里可以看到有4条彩虹圈，然后把彩虹棒从下面这样穿过去，会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一次只要拿一条就好了，把全部都搬过来。那这一条跟安全带一样，我们要在这里把它结网，结尾。那这样就是一个小的圆圈圈。那这个安全带我们可以在里面这里把它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在哪里都可以。然后从下面这样拉过来，这样它就会藏起来了。好，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中心点的部分，在这里。那现在我们要加周围、周边。那这一层呢，现在外围有12针，就是12条彩虹圈。那我们下一层外围的部分，我们要变成24针，所以在每一针上面我们要织2遍，所以我们从这边这样伸过去，然后这一层只要一针就好了，所以拿2条翻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然后再拿2条，这一个是边缘的部分，所以这一层只有一针。那记得我们要把它延伸成24针，所以我们在同样这一针里面呢，再穿一次，从这个洞洞进去，再穿一遍，然后做同样的动作，再拿2条，把它搬过来。再拿2条，这2条也是边缘的部分，所以边缘的部分呢，我们要把这一些全部都抓过来。好，那我们现在完成第一个步骤，那我们现在重复这个动作，再到隔壁这一针，这里，从这边。隔壁这一针啊，穿过去，然后做同样的动作，拿2条彩虹圈，把它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这个是第一次的部分，再拿2条，这是周围周边的，所以周边的要把彩虹棒上面所有的彩虹圈全部都搬进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我们再回来同样一个地方，再把彩虹棒伸进去，再拿2条彩虹圈，把它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在这一个地方呢，这是第二针，第二次。所以再拿2条，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又做了2针在这里，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一次，然后这个是第二次，那这个地方渐渐的形成一个周围的周边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继续做，一直做。做到回来原点这里，那这样子上面你再数这个周边呢，就会有24针。好，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做同样的动作，一直做，做到周边这里。从下一针，接下来从下面一针这里，
把彩虹棒伸进去。这是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拿两条彩虹圈搬过来，再拿两条。这两条是周边的，所以把全部彩虹圈都搬进来。那接着在这里，我们要做第二次，再从同样的地方把彩虹棒伸进去，再拿两条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第二次是周边的部分，所以把全部都搬进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所以这一针，这是第三针，我们又做了两遍在这里。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三遍了。再把彩虹棒从隔壁这一针。伸进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再回来原来的地方。编好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数一下，看周围有没有24遍。从这里，这个是第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再把彩虹棒。从这个第一个周边的伸进去，所以你现在在彩虹棒上面，你又可以看到4+4，总共有8条。拿一条彩虹圈，把它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然后把它拉紧。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一条安全带把它藏起来，可以从边边这里把它拉过来，然后藏在里面。
随便哪里都可以，附近的彩虹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层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稍微拉一下，因为彩虹圈有弹性，那这样会比较平顺一点。那接下来的这一层呢，我们要做稍微不一样的，那一样做24针，所以我们从这里。在第一针里面有四条，把彩虹棒伸过去。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下一层。那下一层还是用焦糖的颜色，拿两条，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这一次呢，我们针法要稍微改变一下，所以我们跟绑安全带一样。把一边从另外一边穿过来，所以它会长这个样子。那接下来这个周围的部分呢，我们要换颜色。这个是肉的颜色，你可以用深咖啡的颜色，或者是任何颜色你想要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下一层我们要做这个周围的颜色。好，那下一层的周边我们只要用一条就好了。所以，我们拿一条肉的颜色，今天我们是要用深咖啡的颜色，棕色的，这样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这一层跟这个波的一样，它是会在上面，在圈圈的外围。然后我们继续跟刚刚的概念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周边有24针，所以我们要保持24针，一针只要做一遍就好了。我们刚刚这一层是一针做两遍，那现在接下来的这一层一针只要做一次就好了。所以我们首先拿焦糖的颜色，这样拉过来。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两条两条，然后把这两条。这样子拉过来，所以现在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再拿一条周边的颜色，这是肉的颜色，从这边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继续做这个动作，一直做到这里，总共你应该要有24针。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喽。
里之后呢，我们又完成了另外一圈。那现在这个棕色的部分应该还是24帧，所以我们现在再数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所以总共要有24次。那一样，我们把彩虹棒从这个第一针这里穿过去。现在颜色不一样，所以比较容易看出来。那因为这里是棕色的，所以我们把它拿一条，然后把两边连在一起，打一个结，一样拉紧，然后到这里。把它藏到后面来，我们可以从这个洞洞这样拉过来。然后在这附近找几条彩虹圈，跟藏安全带一样，在哪里都没关系，就附近就好了。然后从下面这样拉过来。那这样它就会帮我们按住。好，那我们现在渐渐的已经形成上面的，我们上面的面包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做一层肉的部分。那肉的部分呢，跟最后这一层做法是一样的，只是现在颜色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呢，从这个第一针的地方上升过来，然后拿两条肉的颜色。穿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一样跟绑安全带一样，把另外一边从这边穿过来。所以现在会长这个样子。那下一层我们要做起司的颜色。那起司的颜色呢？这一颗我是用橘子颜色，neon orange。那今天我们要用黄色的。所以现在下一个边缘我们要用黄色的。也是一样，用一条，跟上一层的做法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一针做一次就好了。先拿肉的颜色，从这边穿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把一边从这个洞洞穿过来，拿一条起司的颜色。把它全部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两针了，所以现在继续做一圈，回到原点这里，总共应该要有24条黄色的部分。
以完成一层了。所以现在再数一遍，看黄色有没有24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4，那表示我们全部都做对喽。然后从第一条这里穿过来，哪一条黄色的或起司的颜色？把它全部穿过来，这一条跟安全带一样，在这里绑一个结，然后把它拉紧，那把它藏到里面来，在这附近的彩虹圈随便找一个地方，从下面这样拉过来，这样就藏起来了。那接着呢，下一层是起司的颜色。所以，我们下一层要做起司，但是起司下面是番茄，所以外围的部分这一次我们要用红色的。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一条这里，因为这个是单条的，所以拿两条就好了。所以现在你的彩虹棒上面看到是只有两条，那拿两条起司的颜色。把它穿过来，也是一样，从这个圈圈绕过来，然后只剩两条，所以现在你的彩虹棒上面会只剩两条，然后绕了一圈。那接下来的边缘是番茄，所以我们用红色来代替。那这一次我们要用两条。翻过来。所以现在边沿上面应该是红色的，两条彩虹圈，然后下面是起司的颜色，所以现在应该看起来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继续做这个动作，往下面做，从这边这样穿过去，拿两条起司的颜色翻过来。再拿两条番茄的颜色，这次要全部都抓过来。好，那接下来的动作都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圈，回到原点这里。那我们现在要加快脚步喽。那我们现在又完成一层了，把番茄做好了，再数一遍，看有没有24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要确定你有24帧，然后再到这里，这个是第一帧，把它穿过来，拿一条彩虹圈，也是红色的，番茄的颜色，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翻过来，把它拉紧，然后我们把它藏到里面来。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把它拉整一下。那我们上半部已经都做好了，那接着我们要做底部的地方。那底部的地方会织毛线的人呢，你可以一样用同样的条纹。把它收进来，那它就会长得跟这里一样。那今天我们这里要做的呢，会稍微不一样，有一点点变化。那接下来这些 item 是面包的颜色，所以我们要回来用焦糖的颜色。那起步也是一样，从这里这样穿过去。那下一层的焦糖颜色的做法跟上面肉跟起司的做法一样，所以拿两条焦糖的颜色，把它搬过来。那下一层也是面包的部分，所以一样是焦糖的颜色。那接下来的周边呢，我们要用两条，所以再拿两条焦糖的颜色，把它穿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然后再到下一针，也是一样，从这个洞洞穿过去，再拿两条。彩虹圈穿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这样穿过来。那这个是桌边的，所以我们把全部都穿过来，然后一样，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两针，那接下来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做了一圈，绕回来这里，总共应该要有24帧。那我们现在做了4帧了，那现在你可以暂停你的影片，然后等你做好24帧之后再回来看我哦。好，那我们又完成一层了。
那一样，这上面要有24帧，所以要数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针漏掉了。那24帧就做好之后呢，一样到第一针的地方，把它穿过来，拿一条彩虹圈，全部都拉过来。这是我们的安全带，绑一个结，拉紧。然后把这个藏到里面来，这一条跑出来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把它拉进来，然后到里面来，这样把它藏起来。好，那这一条也是一样，要把它藏起来。好，那下一层呢？我们要把这24帧收成12帧，跟上面这里一样，所以我们要把每2帧合成一帧。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穿过来，拿2条彩虹圈，把它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然后再到下一帧，做同样的动作。拉过来，所以现在这里有2帧，那上面周边的呢，我们要把这2帧合成一帧，这样才会收成12帧。所以现在拿2条彩虹圈，这个是周边的部分，把全部2帧的部分全部都搬过来。那最后这一帧是周边的，然后我们现在把2帧收成一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下一针，这样穿过来。拿2条彩虹圈放在这里，然后再到下一针，再拿2条彩虹圈，再搬过来。那现在要把全部这里的彩虹圈，把它搬到这里。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所以现在这里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下面有4帧。然后上面周边的只有2帧，一二，所以这样子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它会变成12帧。所以再继续到下一帧，把它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再到下一帧。然后把所有的全部搬过来，合成一帧。好，那接下来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暂停我的影片，然后做到这里原点的时候，再回来看我哦。
完成之后呢，我们要数一下，看有没有12帧。这里的第一帧，周围的部分是这一帧。所以从这里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那我们现在有12帧之后，我们把它连起来，拿一条彩虹圈。然后把它搬过来，然后把这一个，把它拉到里面来，这一条安全带，这样它会藏起来。那我们可以这样稍微拉一下。那现在我们收成12帧之后呢，那这个洞洞我们要把它铺满。那这里的收针方式呢？那这里的收针方式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收针方式。那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像我的小汉堡的收针方式，那它这个把这个洞洞补满，那这样看起来它两边就会花纹是长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用逆向收针方式，所以我们直接用边的把这个洞洞填满就好了。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呢，它两边的花纹会长不一样。所以用逆向收针的方式呢，这里就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花纹，那它长起来就是很平面这样子。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要站着的时候它比较稳，就比较不会摇晃。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种逆向收针的方式。那收针方式看你个人喜好。那如果你想要用这一种呢，你可以到我的迷你小汉堡的影片里面参考我的做法，那收针起来就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把这12帧收成6帧，所以我们从第一帧这里穿过来，再拿两条，这个也是周边的。那我们现在要跳过一帧，这一帧就不要了，然后到下面一帧。所以这里空了一针，没有的，那一样穿过去，再拿两条彩虹圈，把它抓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再拿两条，这个是边缘的。然后再跳一针，这里有一针，然后到下面一针，再拿两条，再跳一针，再到下一针。跳一针，再到下一个。然后跳一针，再到下一针。再拿两条，把它搬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所以渐渐的这个洞洞就会被铺满。那现在呢，我们就不用在这里结了，我们直接就这样子一直绕，绕到这个洞洞填满为止。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呢，拉过来就差不多了，可以铺满了。你可以在这里多加一针，那会比较保实一点。但是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拉过来。
Zumba 来到这里，把这一圈的周边的第一条，那现在我们要收针哪一条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的单安全带，把它拉过来，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然后把这个安全带这样子拉过来，绑一个结，然后这样这个洞洞就铺满了。那我们把这一个安全带把它藏到里面。所以从这边附近的，把它塞到里面去。那这样这上面就是平的。那都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挤一挤。好，那这样我们汉堡的部分就完成了。那现在最后我们要加这个生菜的部分。那生菜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是编一条单链，然后不规则性的在这上面把它连在汉堡上面。那所以这边就会有一点，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像生菜。那这个条纹由你自己调配，所以我们就拿彩虹棒从这个 cheese 的部分这样穿过来，拿一条生菜的颜色，单条就可以了，把它拉过来，这样它就会连在汉堡上面。然后再拿一条，可以再加一条，因为我们是要以不规则的方式。然后连在汉堡上面，所以不一定要每一针都一条，有时候可以多一条或两条。然后沿着这个周围编到回到原点这里，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到下一针，把它拉过来。那这样生菜的部分它就会连在汉堡上面，那你这中间可以多一针。或两针任意调配，或者是有时候可以刻意的直接连在汉堡上面，就是不多针，一针跟一针，那这样子会大小不一，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那下一针我们就直接连在汉堡上面，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做直接连在汉堡上面，就继续在这里拿一条彩虹圈。这样子，它就连上去了。然后下一个，我们可以让它再蓬出来，再拿一条。那这里我们蓬了两，这里我们多加了两条。那这一节我们多加一条就好了。所以它蓬出来的程度会不一样。那其他的编织方式都一样，就像单链的手环一样。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用这个同样的方式，以不规则的方式加在周围。那你现在可以暂停你的影片，那加好以后到这里再回来看我哦。那我们都编好之后呢，这个生菜的部分就长这个样子。我们把彩虹棒从第一针这边穿过来，再拿一条生菜的颜色，然后把它连起来，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一条生菜把它藏起来，你可以藏到汉堡里面去，或藏在生菜里都可以。那这样子，我们的汉堡就完成了。然后也别忘了参加我的粉丝团哦，你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或 Twitter 上面找到我，也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作品。谢谢你的收看，下次再见，拜。